你回来啦，觉得挺好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工作室停水停电吗？求收留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又要住在我这儿？嗯，就一天。拜托拜托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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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客气啊，这里是我家。 麻烦你以后来之前能不能打声招呼啊？哎呀，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翻脸就不认人。也行，嗯，小白，谢谢啊。我就一个人，可怜的去住酒店吧。 你回来，谁知道你最好了。等等到肚子好饿，给我做饭吧。嗯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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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去哪儿啊？去黎若生家做。 为什么不在这做呢？我家里没东西啊。哎，少油少糖不加味精啊。耐心等着吧。哎呀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